哎，苏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我在审案呢吗？我就知道你在审案，所以特地过来找你的。捣乱是吧？看我接了你的案子，心里很不爽是吧？哎呦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太见外了吧！我和你都是吃这口饭的，我这次过来找你呢，是想帮你节约破案的时间呢。什么意思？说真的啊，你在审问的。 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艺人，并不是犯人，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犯人啊？那我问你啊，你找没找到他犯罪的证据？暂时还没有找到。那就是没有喽。那我再问你啊，你有没有找到他犯罪的动机啊？这不在问呢吗？那就等于零喽。这不就和盲人在屋里点灯没有任何区别了吗？瞎点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凶手啊，除非你把他屈打成招。再说了，你既没有找到他犯案的证据，也没有找到他犯案的动机，你根本定不了他的罪的。可是现在叫你放人，你会心有不甘的，也很没有面子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找好了台阶，我帮你找到了一个可以证明案发的时候他不在现场的证据。拐刀，你进来。 那，苏探长，在案发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快刀和里面的史小兰，在面馆吃饭。快刀，快跟苏探长讲。没错，昨天晚上，小兰一直跟我在一块儿，我求你们了，别把好人当坏人抓，行吗？苏探长，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 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有没有醒过？今天早上好像醒来过，嘴里还发出声音了。医生和护士都很高兴。他说了什么？含糊不清，只是呜呜的喊了两声。我问医生他什么时候能够开口说话，医生说得过一段时间，他的肺部被刺透了，就像一个风箱，风箱破了就很难发出声音。从昨晚住院到现在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过？ 特别的事情倒是没有。
哦，对了，老大，守夜的弟兄说，昨天下半夜顾家少奶奶来过，不过没让她进来。除了顾家少奶奶，有没有其他人？好像还有他们家一个仆人，是个哑巴。是不是哑巴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像是一个老妈子，齐行梅管她叫什么来着？吴妈。哦，对，吴妈。凶手很有可能是吴妈。难道他真的是个男人？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怪不得他力气那么大。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确凿的证据。你想办法溜进吴妈的房间里去，找到这双鞋子，要快。我现在有一种预感，还有事情要发生，还会有人死。那我查到以后怎么联系你呢？晚上9点，我让小兰在这里等你。那我先走了，自己多加小心，放心吧。我们回来了，来，请，哎、快到哥请。辛苦了啊，坐坐坐。好，来来来，快请坐。快到，辛苦了啊。坐，快坐快坐。今天小兰呢，为了要感谢龙大哥还有快刀兄弟出面相助，所以亲自下厨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不是说让我们来谈案子的吗？怎么改吃饭了？小兰，上菜吧。嗯。看好了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也太神了！好啊，好！当当当当！哎呦，这个飞车来的！哇！哇！厉害了！五。我首先要感谢刘大哥，他主持正义，为我哥的冤情四处奔走，还特别为我介绍了这么一位好姐姐。我最要感谢的就是珊珊姐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收留了我。小兰我会记一辈子的。我还要感谢龙彪大哥还有快刀哥，尤其是快刀哥，他为我受了伤还到法普房为我举报。小女子我何德何能，有劳各位相助。这种大恩大德小兰一辈子都会记得的，所以今天我就略备薄酒敬大家一杯。酒呢？别急呀、啊、看好了啊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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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了感谢大家，我先干为敬。嗯，好，爽快，是个能在刀刃上走的姑娘啊！龙大哥，我敬你，谢谢你上一次帮我们的忙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其实什么忙也没帮上。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一次，你一定要帮我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次凶手在顾家霞飞路的古董店里作案，他不但杀了人，还有大宗的古董遭窃。我估计这个凶手会将古董运出上海。对，而且运出去的可能性很大。嗯，要是他走陆路，我不敢说；如果他走水路、码头什么的，全部都在我弟兄眼皮底下。他一旦出手，绝对不会出我的手掌心。龙彪，全靠你了。一句话，没问题。吴妈，都这么晚了还做肉啊？要帮忙吗？